肯定掉的。铲泥吧，不应该不是我。你说谁啊？跟谁打招呼？就门口弄的那个，我操，那是铲泥吧？我他妈的，不雷吗？应该是铲。那哥们儿，啊，咋好了？吧，咋啊，了？那咋？那哥们儿回来跟我说碰到我一朋友，我啊，我还以为他看见我了。What the fuck！ 你慢些，慢些，慢点。操！没事。那哥们回来跟我说碰到我一朋友，我啊，我还以为他看见我了。